索病毒，一个令计算机用户头疼的木马程序。该病毒会加密用户的数据文件，病毒会留下一个支付链接，让用户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一定金额的赎金。如果用户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支付，病毒将会撕票。勒索病毒，我测试过很多，比如 Server Ransomware 小白 RedEye The Traffic Wanted Crime Tadia。 今天我将测试一款全新的勒索病毒 RedEye 红眼病毒。